蔡其瑞带着女儿蔡明杰一起现身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，现在不好意思。低调再低调，长发披肩，外形清秀的女孩就是宝城总裁蔡其瑞的爱女蔡明杰。而他们父女俩悄悄现身论坛，就是要听金元教父张忠谋开讲。他陪伴着我，多听多学习啦。就是到处参加会议或什么？不一定，都是在学习嘛。他比较像是在财务方面这边的专长。鲜少曝光的蔡明杰难得跟父亲一起现身，而在去年宝城股东会，蔡明杰进入接班梯队，升任董事一职。其实身为次女的他，擅长财务操作，就读名校华顿商学院，之前才在宝城子公司语言历练。而蔡其瑞带女儿见识，对张忠谋也大声喊赞：“张董事长是我的一个智库啊，确实了不起。二十几年前要告诉我，他生产。”的整个这一个怎么样，整个这个流程啊、哦、进度都在他的这个 IT 里边，我就把这个理念带回公司啊、哦。挽着女儿蔡明杰的手，蔡其瑞千金风光出嫁，而新郎曹恩华则是外资金童，任职香港渣打银行。蔡明杰与姐姐进入接班团队，继续擦亮宝城的招牌。三立新闻林玉凤、海中台报道。